对啊，停车要收钱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现在停车要收钱啊，迄种是时代演变啊。到迄个时阵呢，人大家同意讲啊，人讲骑摩托车无流行啊，你硬要骑摩托车，佮有坐人坐啊，佮有巴士人坐啊，你硬要骑摩托车啊，人唔顶咯。所以骑摩托车要收钱，吼、哦，停车要收钱，迄种问题就走出来。所以这种时代的演进吼，历史的变迁，后壁都看会到的。所以这个大众运输绝对袂叫消失去，吼、哦，而且呢，一定会继续。进步速度紧慢了，一问题了，吼、哦、啊！咱这段时间吼讲好，实在话咱袂歹啦。啊，咱去做到失败去，咱发大咱甲恢复起来，佫一直在成长。啊，讲好，啊差人差济，咧差东京，差纽约，吼、哦、啊差台北，吼、哦，绝对也高雄诶。高雄是补贴诶，到高雄成立公车处是补贴诶。吼、哦，高雄诶公车处负债几摆，你毋知影？吼、哦，好，我今日恁交票。恁做做交通，负责了较要紧，但其他咧，骑到我来讲无代无事，我无你坐公车，你公车厝搞负责过来摆个，吼、哦，咱当迄阵嘛是先来用高雄客运来，交通部嘛讲来我车厢全部来补助，但是恁爱编有算去新一个公车厝，公车厝爱处长，爱主任，公车厝咧爱管理员爱会计，吼、哦，爱请司机爱保险，哦，一切规套咧，迄阵交通部你若即规套准备好，公车厝。成立起来，安尼我个车厢一百块五十台，哦，一车厢当中给你补助，意思安尼呢，嘉义市个补助啊，嘉义市个补助车，伊嘛先公车做，但是呢，每年块编爱编偌济去读，啊，你台南市个迄阵负责个上线啊，你看可能了，头前个借钱借边啊，所以迄阵咱考虑个财政问题，咱个用些折中个方式，安尼了解个用起，啊，了解用起了，来希望讲会当良性循环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继续。尤其合并了吼，咱绝对爱上嘛，吼、哦、这个公车上啊，以后新化以后，玉井来台南的车一定要增加，因为这环境是都市啊，吼、哦、以后咧去新营吼，的车爱增加，啊、哦、所以呢，这客运吼的路线较帮助，吼、哦、较补助政策，吼、哦、咱一定伫合并了一定爱做调整的吼，啊、哦、所以这个问题算作无提。啊，咱咪主动吼、哦、去规划啦，会主动去规划，而且都是要共同要发展嘛，共同发展嘛。我甲即个台南市大众运输系统的问题吼、哦，做安尼下即种初步吼，下、哦、即、這个，好、哦、无？啊，咱真会当做，拢一步一步咧做，一步一步咧做安尼啦吼。啊，目前的市内咱有一段时间吼，即、這个88线甲99线吼，咱拢免钱侪吼。啊，咱即边改做爱钱啊，咱家己市民坐这两条线免钱啦，吼、哦。市民坐这两条线免钱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一般公车市民坐爱钱啦。啊，这边来这个88线到99线，因为观光路线，所以观光起来开始爱钱嘛，吼、哦，开始爱钱安尼吼。哦，观光起来来这坐免钱坐一久吼，反正咱算袂落。刚刚开始一段时间起坐就较省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边来台南市佚佗的愈来愈侪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阶段，一个阶段，吼、哦，一个阶段，一个阶段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一个那88线到99线，哦，观光客。天天地地，甲恁挤挤挤，啊恁事业济，啊恁算出这两条线有存钱哦，有趁钱哦，咱来补只其他的线，吼、哦，这个是安尼两两补的，吼、哦，咱有都有咧用头脑，毋是无，但是吼、哦，可能哦，系爱搁较用心的啦吼，啊，但是呢，真正是一段时间是用足些头脑去咧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安尼哦，啊，咱尽量吼爱到宣传一下，吼、哦，23842嘛吼，嘿、哦，别了解台南市公车哪济吼。哦，你去甲那有电脑的，哦，上网，你甲，哦，迄、那个网站，你甲拍23842，足简单嘞，后面啥物啥物，荧幕啥物，你甲23842甲拍嘞，哦，公车系统会走出来，啊，这边对一台车，要伫对坐到底，啊，几分钟一班车，啊，你这个车站，哦，几分钟以后会来，23842甲拍了，拢走出来，啊，你也袂用拍电脑的，哦，拍电话299-8484嘛，哈、哦。哦，299-8484，拍电话299-8484，伊个咧，个咧会含你讲话，迄录音机含你讲话嘛，你莫生气，含你小样啦。迄录音机含你讲话吼，299-8484，吼，啊，快甲你问煞，吼，啊你要坐对一站公车，家己号码咧，吼，啊，你个车站是号码几站？你即摆是对站，即个车站无号码个你咧，吼，啊你问对一条线路诶，吼，啊，迄个讲对一个车站，伊甲你讲啊，啊伊甲你问讲要去对站。啊！你甲你讲，才几分钟会来，啊！所以你甲免问我，我等。大厝门好，甲出去坐，吼、哦，免出去啊，拍去啊，等安尼吼，吼、哦。啊，尽量咱迄个公车的候车亭，尽量改做会加日的，吼、哦，会加号的，吼、哦，尽量改。迄一座几啊十万哦，
哦，你只要过两十万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列了解，袂当一手装解哦，我一手装解制作者，但是咱一做一做在解安尼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这是一个良性循环，长期的进步当中啦吼，啊，但速度会当个紧些，当然是如何啦吼，啊，这个合并了这个问题，好，咱来继续，所以呢，以咱这个公共汽车运输同业来讲哦，你唔免烦恼讲这个行业会叫哦，会叫退步去，合并了绝对愈进步，哦，因咱的补助绝对规格愈悬。哦，因咱这个直辖市的补助规格在你管，线路在你开有者，哦，这个是咱这个放心啦，哦，所以你这地方哦，咱采取正面，哦，的回应，哦，绝对会让你愈来愈满意安尼，哦，好，以上到此到这，好，了解，谢谢。